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月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款简单点的啊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冰透棕的09号九色小套系里边的啊。然后先打了三遍底，像这种棕色系的小套透色啊，很不容易涂匀，所以说咱们每一遍呢都要薄薄的去涂，然后三遍它就能均匀了啊，然后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单屏的，然后你们去喜欢的话可以去看看，然后涂好以后就是这种效果的，然后我又用了一个四色小套系里边的黑钻胶的零三号，然后呢给它搭配了一个黑钻，这个颜色搭上黑钻胶好高级感啊。然后呢，就随意的搭配，然后中指就用免洗啫喱粘钻胶做了纹路，然后蹭了一个。古铜金色的魔晶粉吧，然后无名指搭配了钻，这个搭钻之前，咱们要上擦几层层然后免洗啫喱粘钻胶去搭配这个钻，这个钻是小黄车里边9.9块的那个 K9 那个钻啊，你们喜欢的话，自己去店里看看，找不到问客服啊。然后最后咱们上封层大拇指搭的钻的话，搭的是那个19.9块一包的500克那个，然后平底儿。一行，然后小圆钻啥都有的那个，搭的是黑色，最后包边儿，然后照灯完成，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